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？坐好，献丑了。家里的小马平时最喜欢听我的琴声，上坡的时候肯定需要别人的帮忙。美女来我家吗？我家新买的虾会倒立。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，她高兴地跑到了我的背上。你看我准不准就完了。兄弟看我表演，厉害厉害。